新年头，旧年尾，德商秀团白衣拢会举办新春挥毫送春的活动。今年特别邀请文化局长林英松来为秀团白衣设来新年的展望。另外，也有来表扬社区景点、牛车会啊、满百铁中奖，场面是温馨又热闹。为着好来看白的民众，麦当摕到喜气的春联。第三秀团白衣每年都会邀请书画家来到白衣写春联送给大家。今年是特别邀请到管护文化局长林荣生为第三秀团白衣写到新年愿景。那竹山秀团医院长时间以来啦，在我们竹山乃至于南投地区啊，提供各项的医疗服务，可以说是非常有口碑哈。那他们啊，一方面也注重文化哈，对于地方的文化啊，不断的深耕。那在过年期间办这个春联会好，让所有的患者还有附近的民众啊、乡亲大家呢，可以来这里啊拿大师们所会好的春联。今天邀请了很多的大师们来做新春会好。那我们竹山秀展医院在民国86年到现在一直以来就是深耕社区啊，我们希望做到卓越足秀，也希望大家一起共好。那很多弱势的团体，我们希望大家善尽社会责任啊，包装隐喻来更照顾这些社区的一些民众。今年赶快计划行动上乱，以及牛会啊满百天的表扬活动，让大家感受到年节气氛以外，第三秀团白衣未来也会继续来关怀地方，把爱心分送到南投县每一个所在，鼓励我们的长者能够量测满百，也就是一年之内你就要测量你自己的血压啦，能够超过100次，那就给他奖励的话，这对我们的长者的话是非常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贴心的活动。那祝福大家在竹山在秀传的一个庇护之下，大家过得最幸福快乐日子。那秀传医院也在恭喜在我们的第三已经是深耕到达，而且是我们地方上非常重要的能够守护我们第一站的生命的一个医院哦，非常感谢他们，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在第一线守护着我们身体生命安全的医护人员们。第三秀团白衣登记亲近地方，都是着社会责任，不管是送春联，也是关心互助的活动，拢好来到家的民众会使收到满满的祝福，平安顺遂过一个好年。记者采访差不多。